大家好啲知道，今次就会介绍一份港铁机场快线，搭的士转乘机场快线，有优惠，半价优惠啦，系有半价优惠，咁就系一个的士嘅车啦。我唔知佢应该冇位车嚟，冇位车嚟啊，摆行李箱，摆行李啊，摆行李嘅上边啦，行李箱上边啦，就。有呢个机场快线车头行过，好嘅。咁我唔知系咪玩具，骑上去嘅都系嘛。咁啊，愉快走咗只女机场快线路过，我哋路过南港都市标志喺度。咁啊，系咯，边个咁傻啊？特别是去亲耳就转机场快线，唉。起碼一定40蚊或以上啦，先一定有啦，嚇、啊！起碼一嚿水，黐線，有水咪使咪？喺邊度去啫？唔知我無啦啦搭的士機，我搭的士去啦，輕易就知啦，話先，好貴，黐線真係好貴，唉、我又唔會試啦，真係冇人會。即係除咗你好繁忙時間啊，即係好忙碌嘅時間先搭的士啫，係咪？嚇，平時就冇搭的士，再轉幾日快線，又咁傻嘅其實。咁啊，我優惠日期咧就係7月8日至到本年嘅年尾12月31日。嗰就啊，2017年版啊，最新噶啦，唔同旧都有旧版咧，系啊。香港咧40蚊或以上，你可以入呢个收据啦，即入的士收据啦，如九站或青衣站转乘机场快线就喺半价一位啦，吓、啊，但好多层车票。搭完啲快線，我有半價優惠，正咧！咁啊，條款入細則，你慢慢睇啦。啊，成人、長者、小童、學生、殘疾、殘障人士都可以啦，啊。嗯，嗰啲以前 M 字学礼2881888 2HH1HHH 港铁香港铁路有限公司，我哋公司嚟到啦。咁今次呢个份嘢，即系话先。搭的士轉乘機場快線係有半價優惠嘅，刊物就介紹到呢度，就要南港先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